别来无恙啊，银雪。一转眼19年了，终究还是出关了。不知道这次是你死，还是我死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，银雪。当初你叛出缥缈派，是我暗合宫收留了你。这么说来，咱们也算师出同门了吧？让我看看你出关有没有什么长进。这世界很酷。